台长您说过弹钢琴是属阴的，那么我想问一下，学孩子学哪种乐器比较好呢？小孩子钢琴可以弹，并不是不能弹。钢琴弹第一，晚上不要弹是吧？哎，晚上不要弹，白天可以弹。嗯。啊，那我想让他学古筝之类的，可以吗？也是太古了。嗯，太苦了是吧？啊，这鼓的话就是，你看你要学任何乐器，你要看它的声音发出来欢喜还是悲伤的。哦。啊，你去看好了。如果这个古筝发出来就是比较忧伤的，还有那个箫就不能弄。啊，哦、长笛啦就可以，比较欢、哦、比较笛子啊，长笛比较欢快的。啊，小提琴呢也可以，这白天都可以，就是晚上啊，一般白天都可以。啊，晚上你这个小提琴，你说远远声传过来一种悠悠郁郁的琴声，那么小提琴都拉得来，你心都碎了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有一个人跑到人家养老院去慰问演出，拉了一段二泉音乐，老人家说啊，停下来 ，stop。是那个太悲了，那个太悲了吧？人家听得出的，声音有感觉的，嗯，是啊，嗯，还有杨琴，我想问一下，杨琴蛮好的，杨琴，杨琴是吧？啊，杨琴比较阳光啊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杨琴很好听的，嗯。